字怎么又没了？又来了。哎呀，好害怕呀！没事，可以先试一下。果然，又，嘿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快呀？果然是蒙的。但是你们不觉得已经比昨天有章法一些了吗？我今天就是这么过的。点点，我今天过了一次的，我是为了晚上再给你们看一次，我才又回到这个地方的。我现在很后悔，可以说非常后悔，我为什么非要争这口气呢？就让你们觉得我是作弊的又如何呢？射频射手，就这还需要射频射手？这操作一看就知道是我呀。我那次翻出窗户了，我白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呀？这游戏就这么难吗？
难道是因为现在是直播，所以有心理负担？这么多人看着我玩，我紧张。不用提前吸引过去几个，他就是这么过的。就这个地方，就最后那个地方，没事，现在已经有进步了，昨天这儿都走不到呢。直播效果，我是真的过不去。咦，过了，拜拜，耶！这里有眼睛了吧？太棒了，有眼睛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……哎，不对，应该把这个拿走。我记得那个地方有一个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要把这个拿走呀？然后加上之前那个，就有两个了。请问，我过了刚刚那个地方，这一关还有多久呀？医生还没出现呢。你们不是说有医生吗？那你们说，如果我今天玩到一点钟，可以通关吗？冷酱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自己，回去再过一次？没有，我不想再过那里了，真的很痛苦。我刚刚也是懵的。我去，这地方看起来就很恐怖啊。还好有妹妹，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，舒服点了。确实有点太黑了，这应该是要拉着这个爬上去。
要打手啊。那手不是被我打死了吗？灵活啊，比之前灵活了，大哥。哎呦，我的！恭喜默影，粉丝牌升到15级。不是，他现在闪躲比以前厉害多了。他以前的闪避没有这么灵活的。哎呀，那个柜子里应该还有一只吧，不然妹妹干嘛在那儿堵着呢？两只，妹妹你就搁那看是吧，也不来帮帮我，没看到有两只吗？我们也是两个人啊。感觉妹妹比我猛多了。我不想保持距离锤，我就想摁锤，直接干碎他。可惜要一直走动，算了，考验我的时候到了。我这个经常反向锤，很烦。灵活，走位，走位。哎，先等他跳一下。哎，大概在这里反。哎，完了，反了。再来。到这，哎，再来，哎，好，哎呀，我又反了，啊，他会被我吓到，哎，哎，这下要两只了，坏了，我感觉我已经顾不上了，忙不过来了，哎呀，好忙。
深呼吸，稳定一下心情，心态放好。这个的重点在于，你要躲它，你就得反向跑，然后你又要再反过来锤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重点，就是你走了之后要迅速反身锤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你要转圈，说白了还是转圈。我发现了，这个游戏的真谛就是转圈。我又白给了。哎呀，我有预感，我又要白给了。妹妹，我真的好累哦。这个地方吧，它不是像那个地方那么难，但是它就很折磨人，你知道吗？折磨。那个地方呢，是没过就没过了，反正没过就必死。这个地方呢，你得一直打，可能你就差最后一下，但是你没有打到，然后就很委屈，真的太委屈了。也许你前面都打过了，但是就差这一下。他折磨我，哎，他折磨我。肯定是要把手全部打死了，才能去拆那个木板。我估计妹妹一个人是拆不动那个木板，有一个大木板。妹妹又去拆木板，拆拆木板。妹妹老就拆那，你老拆那木板干什么呢？他们真的很灵活，他们很灵活，我快要急死了。他们会躲我的锤，而且这个还是铁锤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特别的笨重。如果是木锤呢，还灵活一些，可是这是铁锤。哎呀，好烦呐！
死你！死了。前面又有啥呀？嗯，好像有不得了的东西。咦，上面这是什么？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医生吗？那我们要怎么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他不会发现我们吧？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干嘛呢？我在等他走啊。对啊，我以为他会走的，看起来他好像不会走哈。猛吗？但看上去感觉像是就直接冲啊，那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但是冲好像也不行哦，不行，不能冲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他会把床给掀起来的。现在这个状态算是在忙的状态吗？得他去那边忙的时候才行吧。
好像不需要蹲啊，就正常就可以了。这里又是一个存档点，说明刚刚那边没有问题。啊，这里过不去了，大哥。往哪走啊，兄弟们，有人告诉我吗？还要去拿东西开门呐？我这跑哪去拿东西开门呢？这个地方的呀，他怎么就在这块忙了？他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忙呢？去别的地方忙了，大哥。等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才行，他现在就在这儿，我不可能当着他的面直接冲脸吧。他应该一会儿还会去那边。不会又回来了吧？真的烦。等一会儿吧，起码现在不行。请问是不是一会儿砸了门之后会有很大的动静，然后我要快速跑？我已经预想到前面的画面了。
我要跑给他追。你追我？什么？你追到我？他为什么这里一直是亮的呀？准备。还要开灯呐、啊？嘎，没丢住。那妹妹为什么不跟我跑？哦哦哦，先躲啊！妹妹真是机智呀！那谁知道嘛，真是的。好，跟着妹妹就完事儿了，这里是吧？他怎么不走了？他啥意思啊？是要把这个，这里有东西吗？没东西啊。妹妹相当于这个游戏的硬谱，冷哥还是冷哥？你们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？妹妹指导我一下，从这里下去。是从这下吗？直接跳啊。要找一把钥匙。居然开不了这个门，
现在去哪找钥匙呢？正常来说，有亮光的地方就是答案。但是这又是哪里？啊？嗯，感觉是从这边。又是我一个人，哎，不要呀，妹妹。算了，先死一次吧，总是要死的。跳不上去？关键是钥匙在哪里啊？要把这个也拉出来吗？还是？一定要跳到这里才能知道他在这里。哎呀，看到妹妹莫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一个人面对这些实在是太害怕了。谢谢伊伦送的福娃丘比特。这说明我失败了，我懂。重来吧，妹妹。
不着急，慢慢跳。第二次。嗯，我怎么又失败了。他在这儿。啊，在那个上面，是吗？那个电池。我看到了，在右上角的那个柜子里。我先兑换一下那个。好了。这怎么拿得到啊？妈，还有锯子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应该要趁他过去的时候从桌子底下钻过去吧。如果按照上一步的逻辑，应该要把它引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再回来拿这个东西。我记得上一步里有一个类似的。电闸这么高，我够不着呀。哦，用这个东西。我该不会是要从这里跳下去吧？跳上去，然后再从那里爬上去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琢磨琢磨这里应该怎么过。我从这里上去，把它引过来。我躲在那个下面，然后
他过来关，我从这出去拿那个，是这样吗？不管，先试一次吧。妹妹跑好快呀，妹妹！妹妹一早就知道会发生些什么，是我迟缓了。滑铲？为什么妹妹可以滑铲，而我不行？等一下。换个键，好了。妹妹真的快，为什么我感觉我已经跑得很快了。需要上去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。
啊，焚化炉是吗？啊，妹妹看起来很变态的样子，在这里欣赏。我们这算结束了吗？妹妹怎么还不走啊？她也不跟我牵手。他不来，我够不着这个闸，好不？必须得等到他来才行。请问我的游戏进程大概是多少？恭喜歇斯底里的阿福粉丝团上了19级，恭喜 Leo Lee 的突破，粉丝团升到19级。妹妹有羽翼，我却没有。医院结束了。
鬼？感觉这里的都是活人呢，咋回事？现在干啥呀？在看直播。好，妹妹要教我怎么过了。四个废物，怎么出不去啊？是要在这里跳吗？啊，懂了。哎呀，跳早了。哎，可以爬上去。不是，妹妹呢？左边那个地方是深渊吧？然后呢？我现在怎么走呀？哎呦喂，摔死！不好意思。还需要从这里开始吗？Thank you.
到底要在哪里跳啊？跳到哪个里面去啊？应该就是跳到，跳到哪个里面？哦啊，左边上来就是这里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就应该往左边走。然后我要去找钥匙，先，应该是吧。嗯，在这里找到钥匙了。啊？你怎么不拿钥匙啊？他要拖我了，所以拉闸了又怎样呢？恭喜 XT 文谦粉丝牌升到20级。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机关吧？妹妹怎么不进来啊？哦，进电梯瞬间出来跳到顶上。刚刚妹妹咋不跳？啊，这就说明她下去了，那就说明她上来了。妹妹，别呀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是我愚钝了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妹妹，哎，帽子。
架。看妹妹，妹妹要示范了，来，妹妹示范，来，妹妹不示范吗？要我自己来。这里上我也觉得这妹妹简直是神力啊，我去。不用这个楼梯，那就是要爬这个。咋没死啊？这都不死吗，大哥？咋妹妹被压到了呢？刚刚明明是我比妹妹跑得快啊，跑得慢呢。还行，但我的手电筒没了。不是这个房间吧？又是电视机。
这就打 boss 了。那这里过完，这游戏就结束了。按照之前的剧情，只要往前走，妹妹又会救我了。谢谢迎接太阳的喵送的银星卡丁车，恭喜粉丝牌升到16级，恭喜阿冷的 Kiyomi 粉丝牌升到21级。第一次打开这个门，原来门后就是大 boss。 你们都给我剧透了，告诉我这个人是我自己，突然就不太害怕。哦，他要出来了，倒是动啊，怎么残疾人呢、啊、你是。他为什么不会动啊？死翘翘，再来一次。我是不是应该躲在床底下呀？咋办呀？去救妹妹啊！哎，她怎么动不了啊？哇，你是个狗吧？妹妹死了。我动不了，刚刚不是不想拉，是动不了。我应该往哪儿走啊？哦，按 E 也没有用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了，我已经没有手电筒了，往哪儿走啊？哎呀，现在只剩我，哎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妹妹来斗鱼直播，小黄竟是我自己，怪不得妹妹穿着黄色雨衣呢。啊，电视机呀、啊，可以穿越吗？那等于我进到电视机里面的世界了。
看你们的剧透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个西装男就是未来的我自己。你们都给我剧透完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干嘛呀？我还要再做这个，再做这个电视机吗？可是上面有光哎，我怎么感觉应该走上面？我要穿电视机吗？有人能告诉我吗？还是电视机？原来这个电视机是有这个作用的。啊，那在这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电视机传送到对面去，然后这样我再钻回去原来的那个，我就可以去对面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踩这个东西开门，然后这是我刚刚的那个电视机，然后我通过这个又可以到那边去了。这里肯定是要往下走，我知道了，要掉那个钩子，走远了，走远了，我的。我看到我往这边走的时候，他在拐弯，我就知道不对劲了。我以为可以加速跳过去。哦，有电视。那为什么这个电视机不动呢？啊，捡到遥控器了。按什么使用遥控器？按 E 是吗？还是按 E 吗？啊，是的。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穿越到上面咯。够不着这个电视机，咋办呢？
这个就用不上，荡过去。为什么进不去啊？啊，进不去，意思是路是错的。恭喜一生所爱粉丝团升到23级。可以暂停选单装备获得的帽子。诶，有帽子了。所以这个帽子就是我长大之后就变成它了吗？啊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。你们没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对不起，太老了。看样子暂时还先不要回来。嗯，这个推车是给我用来干嘛的？这边进得去吗？这边进不去。中间一点，那我现在用不上啊。啊，现在就可以回去了，所以搁这弄半天就是为了这个帽子啊。坏了，好像有点对不准。是这里吧？应该是。哎，好像不对，还有再过来，这里。无处可去了，怎么办？尬在这儿了就。
我拿走，我又找不到路了，要推门吗？啊，推门。诶，这个帽子不能捡吗？应该先开这个吧。这阿姨会杀我吗？请问，哇！这么猛！不是，我就是想瞅瞅，没想到出事了。那我关了，我怎么办呀？躲到，是不是可以躲到这里啊？先看看能不能堵，哎，好像可以。哎，这里还不行，这里关不了，要对准了才能关。来追我呢，这里有一个大爷，跟刚刚那个是一个意思吧？再把大爷这个给挂了。嗯，大爷这个咋还对不准？我去，这么屌吗？沉迷女主播的下场。
阴阳怪气是不是？这些大哥在这干嘛呢？排队跳楼。在这干嘛呢？我也要跳吗？没有电视了。跳一下看看，看看下面有啥。果然是要跳下来。有啊，怎么没有电视？这不来了吗？晚点再开电视，先看看这边什么状况。哇，真的，如果我刚刚跳了，开了电视，我不就死了吗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过去？然后再回去开电视，应该还可以回去开电视吧。虽然不知道下面面对的是什么，但是走走吧，看看。我吓死我了。矿车，先看看前面是啥。咦，那里面有东西。感觉好像要把它放出来呀，放出来然后电死它是吗？我还能开门呢。哇，大哥跑好快。狗屁没，妹妹被我自己抓走了。先回去看看这个木板拉不拉得开。拉开了我好像也没法关，好像也没法怎么样，拉不开。那你们弹幕都那样提醒我了，我还不明白呀？那我不是傻吗？那个里头有个电视机，
这是啥炸药包啊？这个应该是拖过去垫脚的吧，拉闸的是不是？还能比刚刚那个僵尸更难吗？那前头上面也有个电视机啊，那我前头没开那个电视机怎么办啊？还要一直拉着。哦，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这是里面外面两个电视吧？我想想啊，如果像你们说的，这个地方是我刚刚跳下去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坏的，所以这个拉不了，但是这个里面和外面能互通，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？如果我要跳到电梯顶上，先拉穿电视，看看。他一会儿要下来。他下来了之后，我现在进电视，我就可以回到三楼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我应该在这里拉了闸进电视，去三楼，从三楼下到电梯顶。我不会摔死吧？先拉。拉闸。进电视，现在在上面，
那我怎么下去呢？还是不对，重来重来。我怕我会摔死，但这样看起来我应该不会摔死，也就是上来了之后直接跳，然后在中间楼层再跳出来，应该是这样。先把它放下来。是上楼跳，应该是这样，试一次吧。拉闸，钻电视，上去之后直接跳。再啊，再从那个洞出来，这次一定，这次一定。过了这关，今天就下播。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，它可以出来也可以进去吧？那如果我把这个往下拉呢？那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冬天送的两个。